矿工张宝民在和工友斗殴时听说了一个消息，他的儿子失踪了。宝民带着卖给儿子的新书包回了村，在路过一家羊肉馆时，他走了进去。这里的食客正大口啃食着羊骨，宝民看着他们，想起了前不久时发生的一件事。那时村长和乡亲们一起请宝民在这里大吃了一顿，接着便拿出了矿场征用土地的合同，大家都签了字，只有宝民拒绝。他这样做会让所有人都拿不到补偿款，大家都劝宝民签了算了。宝民不想签字，起身想走，不想却被羊肉馆的老板丁海按了下来。丁海脾气火爆，想威逼宝民签字，宝民也是硬茬，两人在饭馆大打出手。丁海人高马大，很快便将宝民压到了身下。宝民情急，拿起一根羊骨捅了上去。一阵玻璃破碎的声音将张宝民拉回了现实，接着是一连串孩子的叫嚷声。宝民本就怀疑是丁海绑架了儿子，于是立即起身走了过去。张宝民，你干啥呀你？出去！你给我出去呀你！快上！你干啥呀你？张宝民没有找到儿子，只能先回家去。村长此时正安排人手往家里搬运矿泉水，他看到了宝民，立刻迎了上去，并讨好般的让对方抽根外国带来的洋烟。宝民拒绝了村长，村长又拿出一个信封，称是这个月的补贴。宝民打开一看，里面只有200块。他掏出钱，把信封丢到了村长身上。宝民从不开口说话，除去挖矿，他的家里还养了一些羊，儿子很喜欢这些羊，并给一只羊羔在屋里搭了个窝，而他就是在外出放羊的时候不见的。宝民的妻子已经病了很久，也吃了很多药，可腿上的水肿依然不见好转。妻子告诉宝民，儿子前天早上吃过饭后就去后山遛羊，结果直到深夜都没有回来。他让同村的栓子帮忙去找，却是在一个山沟里找到了羊群，孩子已经不见了。宝民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他翻看着日历，找到了儿子所在小学的电话。校长正忙着张罗一个活动，没有接到宝民的电话。红杉矿业集团的董事长昌万年为他们学校捐赠了一所新校舍，校长准备让他给孩子们说几句，昌万年却说这些太耽误孩子们的时间，再说天也冷了，还是让孩子们早点散了，只让记者进来合张影就行了。王校长等等，来，我们手稍微高一点，好，看镜头，微微笑一点，一二三。活动结束后，昌万年拨通了律师徐文杰的电话，徐文杰没有接听。栓子此时带着张宝民来到了发现羊群的地方，羊一只都没少，可就是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前不久，昌万年的矿业公司被检举涉嫌非法采矿，徐文杰是他特地找的代理律师。这天晚上，徐文杰正和女儿吃着晚饭时，昌万年又打来了电话。这一次，徐文杰依然没有接听。此时的昌万年正坐在欧式装潢的餐厅里吃着羊肉，对面坐的是一个姓李的矿主。昌万年让他尝尝这羊肉，李总则说自己信佛，不吃荤。昌万年冷笑一声，说这个习惯不好，羊也吃素。接着他又让厨师把剩下的肉炖了，打包好给在加拿大读书的儿子送去。另外他还打听到李总的儿子也在加拿大读书。李总好像察觉到了什么，准备离开这里。
昌万年的手下带着一串车钥匙走了进来，他称李总的司机不想干了。李总定睛一看，发现钥匙上沾满了鲜血，他挑明话茬，直说昌万年被起诉的事不是自己举报的。昌万年则表示，这山里大大小小的矿场，不是用自己的车就是用自己的设备，只有李总和自己毫无瓜葛，并由此判定一定是他举报了自己。昌万年一边说一边站起了身子，并要求李总把有两个采矿证的公司卖给他。李总受不住胁迫，只得答应了下来。第二天一早，保民带着儿子的照片到派出所报了警。警察问起孩子能不能说话，保民点了点头。警察又问他为什么不说话，保民于是张开嘴巴给对方看了看。警察想了一会儿，问保民是不是在村里得罪过什么人。就在保民前往派出所报案的时候，妻子的母亲来到了家里。他觉得这事儿很有可能是丁海干的，毕竟保民戳瞎了人家一只眼。妻子则说保民一回家就去羊肉馆看了，不在那儿。说起来，自从上次打架之后，他们家就欠了丁家不少医药费，一直按月给着。最近自己看病吃药花了不少钱，有两次还没给，人家也没过来要。母亲又责怪起了保民，觉得他当初如果听村长的话，早点签字拿钱，也不会有这么多事。妻子忙制止了母亲，让他千万别当着保民的面提这些。母亲前不久去找人算了一卦，孩子肯定没事，说着便拿出了一叠纸符，并嘱咐女儿每晚烧上一张，三天之后孩子准保能回来。保民报过案后，又沿着山坡找寻起来，最后找到了一个矿场，但这里的工人们都没有见过这孩子。老矿工看出他饿着肚子，于是给他准备了一顿吃的。就在这时，昌万年的手下带着一众打手来到了这里，他表示这个矿已经被他们收购了，并要矿工们赶快走人。工人们的工钱还没着落，并不想就这样离开，双方随即起了冲突，大打出手。老矿工本来躲在屋里，不想有打手冲了进来，保民三步并作两步，一把撞翻了打手，接着用锅子打晕了他。打手们知道保民不好对付，立刻围起了他。保民事故随手抄起一块铁板往前丢，不料刚好砸坏了昌万年手下的车玻璃。老公公不想让他们为难保民，说他是来找孩子的，不是这矿上的人。手下看了照片一眼，称自己见过这孩子，现在他砸坏了老板的车，只能跟他们走一趟。老矿工直说他们是在骗人，让保民小心。但为了找到儿子，保民还是跟他们上了车。昌万年的公司在24楼，保民跟着手下一路到了这里。在穿过一片办公区后，走进了装潢富丽的董事长室。昌万年问他是不是丢了孩子，保民便拿出了儿子的照片。昌万年定睛看了一会儿，似乎有些动容，接着又问是哪天丢的。保民指了指日历，又指了指手下，手下忙说那天自己从矿上回来，在路口看见了一个孩子。他还纳闷天都黑了，那孩子怎么还不回家。保民指指自己的衣服，手下称太晚了，没看清孩子穿的什么。就在这时，保民好像察觉到了一些事。昌万年嘱咐手下让矿上的人都留意着点，并说等孩子找着了让保民到自己矿上来干。手下还想让保民赔偿车玻璃，昌万年则说这事儿不用他管了。保民呆愣片刻，收起照片走了出去。这时检察院的人也来到了昌万年的公司。虽然昌万年放过了保民，但手下愤然不服，还是找人打了他一顿，接着把他丢到了路旁。栓子此时带了药来看保民的妻子，听说这药见效快，他妈妈最近也在吃。妻子感谢了栓子，让母亲给他倒了一杯水。栓子喝了一口，直说这井水的味道是越来越大了。除去送药，他这次来其实还有一个事儿。正说着时，保民回来了。原来孩子走丢的那天晚上，栓子在山沟里看到了一辆车。保民听后忙拉起栓子进了屋，
他翻了翻日历，找到了一辆和昌万年差不多的越野车。栓子摇了摇头说，不是这样的车，那是一辆银灰色的轿车。昌万年并不配合检察院的工作，让他们有事去找自己的律师。检察人员则说，许文杰涉嫌在这个案件里制造伪证，现在已经不是律师了。检察院的人走后，昌万年再次给许文杰打了电话，但依然没有接通。晚上，许文杰给女儿讲起了故事，女儿却很不满意，说她讲的没妈妈讲的好，也不知道妈妈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许文杰面色凄然，骗女儿说，等她上了中学，妈妈就回来了。第二天一早，保明找人打印了一叠寻人启事，骑摩托车张贴起来。一个戴着奥特曼面具的小孩一直注视着他。保明打算骑车离开，回过头却发现小孩正盯着自己，接着又摘下面具递给了他。保明不知道这孩子是什么意思，骑车离开了。在路边休息时，保明无意中看到了上次打过自己的手下，于是忙发动摩托追了上去。手下还没弄清楚保明是谁，就挨了一顿暴打。保明往车里一看，发现了一个绑好的麻袋，他伸手摸了摸，里面果然是个孩子。就在这时，手下的打手也赶到了，保明来不及解开绳子，背起孩子逃离了这里。打手们紧追不舍，保明扛着麻袋一路狂奔，最后躲进了一个山洞。徐文杰此时拨通了昌万年的电话，并要他快把自己的女儿还回来。昌万年则说自己有一样东西还在他手上，交出那样东西才能还他女儿。张宝明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千辛万苦救下的孩子居然是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他感觉好像有人在盯着自己，回头望去时，看到的却只是无比黑暗的山洞。宝明找出女孩身上的学生名牌，接着拨通了上面的家长电话，可洞里没有信号，只能到外面去打。徐文杰正赶去找昌万年时，电话响了一声，他按着来电回拨过去，却不小心暴露了保明的位置。保明只得继续逃跑，并在途中给徐文杰发了一条短信，让他去镇子路口的石碑下等自己。徐文杰立刻调转车头，赶往了小镇。手下跟丢了张保明，打算去他家里等着，并提前联系好了村长。村长来到村口，果然等到了刚刚逃回来的保明。保明意识到不对，狠狠打起了村长。就在这时，一众打手也驱车来到了村子。哎，有没有看见一个男的跑过来？都走远了，孩子找着了吗？窝囊货！按照约定，保明提前来到了镇上。这时，手下给他打来电话，称他儿子在自己手上，并要他快把那女孩还回来。昌万年此时已经布置好了抓徐文杰的人手，
他不知道徐文杰没有赴约，而是去了镇上，但徐文杰却也晚了一步。保明在接到手下的电话后便离开了这里。徐文杰万分焦急，想再给保明打个电话，没想到手机却没电了。无奈之下，他只能到就近的羊肉馆充起了电。保明乘车到了城里，气势汹汹地冲进了常万年的办公室，不料刚好碰上在这里等待徐文杰的打手。对方见他不是徐文杰，以为就是个疯子，保明却抄起一个垃圾桶和对方打了起来。手下弄丢了孩子，又跟丢了张保明，只得赶回餐厅将这些告诉了常万年。他让老板不用担心，并说保明一定会把那女孩送回来，因为自己骗了张保明，说他儿子在他们这儿。常万年沉默了一会儿，抄起烟灰缸砸向了对方，手下猝不及防倒在了地上，常万年却还是不肯停手，一下比一下重的砸了上去。解决掉手下后，常万年赶往了公司，只见这里一片狼藉，已然不成样子，地上躺着的都是他雇来的打手。精疲力竭的张保明已经杀进了董事长办公室，他从一开始就怀疑儿子被人藏在这儿。常万年拿起桌上的摆件狠狠砸倒了他，接着又当着他的面打开了那扇门。哎，对不起，干啥呢？徐文杰慌忙逃离了羊肉馆，接着看到了贴在外墙上的寻人启事。他这才知道，给自己发短信的人就是丢孩子的张保明。徐文杰一路找到了张保明家，他谎称自己是路过镇上的时候看到了寻人启事，想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来这之前，他已经打电话联系过张保明了。妻子有些疑惑，问他确定是打电话的吗？徐文杰忙说是发的短信。妻子点了点头，说他年轻的时候跟人打架，把舌头咬断了，从那以后就不愿意开口说话了。常万年告诉保明，这本是个误会，是自己的手下骗了他，他儿子不在这儿。现在保明把公司搞成这样，他也不追究了，只要把女孩还回来就行。就在这时，保明的手机响了，原来是徐文杰再次打来了电话。他知道保明不想说话，于是让他发短信告诉自己女儿的位置。常万年听后，用保明的手机给徐文杰发去了短信，约他明早八点在古风山见面。第二天一早，被丢在洞里的小女孩醒了过来，她叫了几声爸爸，并没有人回应。此时常万年正带着保明赶往古风山，保明被绑住双手动弹不得，他挣扎了许久，从车缝里摸出一个带血的箭头，接着用它割起了绳子。徐文杰先常万年一步来到了古风山下，母亲此时打来电话，问他孩子找到没有，又说家里刚来了好几个警察找他了解情况，自己就把孩子失踪的事告诉他们了。徐文杰听到这里，突然挂断了电话，接着爬上山找起了孩子。女孩独自待在山洞，忍不住哭出了声。就在这时，山洞深处传来了声响，几颗石子被投到了女孩身旁。不一会儿，从里面走出了一个男孩，而他正是张保明失踪已久的儿子。常万年此时也到达了古风山，却不想刚一打开车门就被张保明踢翻在地，对方狠狠踩了他两脚，接着向山上跑去。徐文杰一眼就认出了张保明，忙追上去问自己的女儿在哪。保明拿出了孩子的名牌，徐文杰忙说不错，这就是他女儿的东西。两人正准备去找孩子，却被常万年拦了下来。
东西还给我，否则你再也见不到你女儿了。什么东西？他跟这件事没关系，你先放他走。拿不到东西，谁都别走。不是，我不知道你想要什么呀。证据。什么证据？你是律师，你当然知道什么东西可以当做证据了。你先放他走，这是我们之间的事，你知道吗？他儿子丢了。知道他儿子丢了。别动，否则的话，别动。你还想杀了他？你不是要证据吗？我就是证据。你报警了你。昌万年涉骗了一件，保民抓住机会快跑几步，很快便和昌万年扭打到了一起。昌万年找准机会狠狠勒住了保民的脖子，情急之下保民掏出箭头捅进了昌万年的大腿。两人摆脱昌万年，向着山洞赶去。圆圆，圆圆，圆圆，圆圆！爸爸，圆圆，妈妈带你回家，带你回家。昌万年告诉徐文杰，警察来了，他们的事就要暴露了。但是他相信，徐文杰有女儿要养，一定会有办法。昌万年向警方坦白了自己非法采矿的事实，他想找人摆平此事，于是找到了徐文杰，并承诺如果能赢下这场官司，价钱随便他开。于是徐文杰找到了几个主要证人，并买通了他们在法庭上做伪证。在他的帮助下，昌万年果然赢下了官司。作为酬谢，他一次性付给了徐文杰50万现金。徐文杰表示他很需要那笔钱。两人选择在野外交易，事成之后，如释重负的昌万年心情很好，还拿出了弩箭。这个有劲儿。还有什么要交代的？没有了。
再想想，还有什么要说的？阿扎，进去吃饭去。这一天画啥呢？这是。跟你说话呢，进去吃饭去。暴裂无声是2018年4月4日上映的影片，导演为辛玉坤。辛玉坤的风格是镜头语言相当到位，能用画面表现的尽量不用台词。而在情绪表现上，他比较隐忍，不去过分渲染情绪，而是让观众从他的影像中感受到情绪后，再水到渠成的表达。作为一个仅有2部院线片上映的导演，他在出道的时候即受到了大量关注，而那是他的另一部作品，即曾经获得 FIRST 的青年电影展最佳长片的《新迷宫》。暴裂无声是辛玉坤的第二部电影，而影片相关的另一位耀眼人物则无疑是主演宋阳。他在剧中对哑巴张宝民的演绎实在堪称完美，而他之前的电影作品则主要是徐浩峰的片子，比如倭寇的踪迹、剑士柳白猿和师父中都有他。暴裂无声上映时正值头号玩家热映，导致影片的最终票房收益5400万人民币，不算是亮眼的成绩。但是因为影片较好的口碑，陆陆续续的许多人都看到了这部电影，并给他打出了高分，也可以说是并没有把这样的作品埋没。说到影片的技巧，首先要提到的是电影的象征体系，比如唱完年在最后那场戏之前都戴着假发，这是他的伪装，而在最后那场戏中他把假发摘了，露出了他的凶恶本性。而这种处理和徐文杰最后的眼镜也很类似，徐文杰仔细地思考了一番，内心进行了激烈的争斗，但随后他把眼镜戴上，并表示没有什么要交代了。在这个镜头里，他的眼镜正如昌万年的假发，是他伪装的象征。又比如昌万年的布鞋和西装的搭配，代表了他土洋结合又或者是内土外洋的本质。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象征是，影片开始有一个昌万年把西红柿弄到身上，然后换了校长衣服拍照的镜头。西红柿的汁是红色的，洒在身上象征着身上有血。
而张万年采用的办法是和校长换了身衣服，这个象征了他要用别人的衣服来掩盖自己的罪行，对应了后面他借其他人的手帮自己脱罪，并让律师监生，最后导致了张宝民永远找不到孩子这样的悲剧。除了象征，另外一个重要技巧就是前后线索的呼应。比如张宝民一开始往张万年办公室里的黑暗房间看去，似乎在剧情上并没有用，因为他的孩子并不在里面。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高明的虚写，为的是在观众心中种下黑暗里面可能有人这样的印象。而当后面观众发现黑暗的山洞里有他的孩子时，就会少一些突兀感。又比如丁海孩子最后的话，其实之前当孩子向徐文杰做拉弓动作时，墙壁上就已经画了好几幅他的画，这些画似乎和最后那幅内容还有些类似，尤其是地面还有雪。又比如宝明儿子把羊养在家里，其实表示他是一个非常爱护羊有爱心的孩子，从而给后面他被射中埋下伏笔。还有村长喝的矿泉水，后面村里人说水的味道越来越大，也都是前后明显的呼应。当然除开象征和呼应这两类技巧，在影片里最令人惊艳的则是山洞里两个孩子往外逃的叙述性轨迹了。在那个地方很多观众都被骗，感觉张宝明的孩子终于有了救，而他们两个都逃了出来，一定是大团圆。但当发现律师抱着昏迷的女儿出来呼唤女儿，女儿回头并睁眼时，才明白这段画面其实是讲述两个孩子马上就要离开人世的意思。女儿被父亲唤了回来，但儿子却没有人可以呼唤，再也回不来了。这实在是足够残酷，也足够震撼人心。其实那个镜头很可能是表明了张宝明的儿子和律师女儿的生命状态是类似的，他们当时处于生死边缘但并没有死，如果发现是可以救得回来的，所以导演处理称他们两个肩并肩地站着，只是张宝明说不出话来，内心有痛苦也喊不出声，而律师可以说出话，于是女儿被换了回来，儿子便死去了。这是何等悲哀的一件事呢。关于剧情后面的山石崩塌，鉴于最后说昌万年和徐文杰被绳之以法却没有找到尸体，可以认为是昌万年在进监狱之前就安排了对山的爆破，从而想要永久埋藏证据，这也正是找不到尸体的原因。而影片里面并没有明确的说律师对张宝明的儿子做了些什么，但确定的是他肯定知道宝明儿子在山洞里，因为在最后的话中戴眼镜的人目击了这些，而他就是和昌万年一起藏人的共犯。有许多像张宝明一样的人，如同羊一样，他们被屠宰被利用，最后却连发声的途径都没有。他们单纯的善良帮助了律师，却被律师背叛，连真相都无法得知。而昌万年和徐文杰这样掌握了资源和知识的人，却相互勾结一手遮天，在他们眼里只有精致而无原则的利己主义，甚至连一点基本的良心都被泯灭。更可怕的是他们竟然还穿着斯文的外衣。这样看来，张宝明能听到却说不出来的设定其实也刚好对应了他的生活处境，他只能听到别人说话，没有办法表达自己。他以善良和公平待徐文杰，却没有得到一丁点回报，最后连儿子都找不到。他儿子其实也是为了保护羊而中箭，但在昌万年和徐文杰的眼里，他们只考虑到了自己的平安，把孩子扔到洞里，完全没有想到去救这个当时还有希望生存的孩子。保民这群人的生活状态或许就如同那些待宰的羊，他们付出了极大努力才能糊口，但他们的痛苦却无人知晓。在最后的那个镜头里，纵使张宝明内心有山崩一样的悲伤爆裂，却怎么也喊不出来，总是无声。这正是他们的愤怒与悲哀。而看到有这样的电影为这样的弱者发声时，观众又如何能不为之动容呢？除了这部爆裂无声，近几年的电影市场还涌现出了不少国产佳作，比如驴得水、烈日灼心、雪观音等。关注公众号沐雨水星，回复国产佳作，就可以看到公众号专门整理的有关近几年国产优秀电影的专题。现在就拿起手机赶快扫码关注吧。我叫沐雨水星，欢迎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几分钟光影，体味生活，一段故事温暖人心。感兴趣的话推荐去看原片哦。